咱们下水道是不是又堵了？对呀，都这味儿啊，什么味儿啊？都哥，哎，兄弟，哎，干嘛呢？徐队的猩猩说话武器，杀人于无形。我要上头。你怎么没回家啊？下班太晚了，不回了。那什么，兄弟啊，你家有人？等会儿，我有事先走。等会儿，下头。你等会儿，等一下。笑得把我录下。我还没气儿了，你快点。我不敢呼吸了，快。又买了一堆袜子，看来你很喜欢袜子。你没有发现这些袜子有点眼熟吗？啊？这都是我今天从你床底下翻出来的。我的？对，你的。哦。而且，今天啊，我还有宿舍的其他的警队的朋友们都被一种生化武器攻击了。哎，就是藏在您床垫底下的袜子。熏死他们！